啊，咁今日係星期三，好奇怪啦，係嘛？我哋嚟到唔係嚟睇電視啦，當然係嘛？都要睇嘅。係啦，咁但係咧係啦，其實咧我哋較早之前啦嚇，我哋較早之前啦就講緊解電動車啦，係嘛？咁啊今日好榮幸啦，嚟到啦主要嘅電動車生產商比亞迪啊，咁我介紹一聲，咁啊我係林九啦嚇 ，Patrick， 咁啊當然咧要介紹啦嚇，可以話中山其實喺你依個角色，我覺得你次次都同我聯絡啦，我覺得咧佢咧點解咧，佢好似背書咁背嘅所有嘢，嗯，係嘛？咁啊麻煩你介紹自己啦，你公司啊同埋你個主管係啲乜嘢咧？咁首先多謝阿九哥嘅介紹啦，亦都多謝阿 Patrick 嘅邀請啦，多謝你哋兩位。咁各位觀眾大家好，我姓鐘，咁咧就我叫我 Chris 都得噶啦。咁我就係汽車行嘅，咁我哋亦都係即係呢個比亞迪嘅電動的士嘅香港代理。咁引入呢一隻車其實都係由我哋一手包辦，咁都而家有車行緊出街噶啦。咁今日咧喺呢個節目度咧，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有三個主題，咪九哥？係三個主題，第一個主題咧就係嗰個刀片電池。係啦，刀片電池啦。咁第二咧就係嗰、那個第二個係咩話？插電配套啊，充電配套 ，OK。第二個就充電配套，而第三個咧就係我哋個市場策略，我哋點樣可以做好呢個電動的士，能夠等佢推廣，等佢即係廣泛使用，應該可唔可以迎合到咧？特首早幾日所講係啦，啱啱2027年有3000架的士，甚至乎更多啊，係啊，可以應該我自己嗰個估算咧，咁應該可以2025年應該要有3000架，就唔使等到2027年噶咯。好啦，咁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啦，電動車咧而家即係面世咗咁多年啦，係嘛？一啲大大小小嘅事故我哋睇咯，甚至話林志榮嗰架車啦，我哋都有講過啦，係嘛？點解咁好似一掂啊爆嘅咁樣？嗱，OK， 咁其實我想問下而家究竟電動車喺即係成個地球啊，有邊幾種電池嘅咧？啊，咁電動車咧，佢大致分有三種嘅電池，咁有一隻咧就嗱，你頭先阿林志榮用嗰個就 Tesla 啦，咁 Tesla 嗰個電咧，咁佢就叫做三元鋰，咁而比亞迪咧，其實由頭到尾，由20多年前。佢開始做電池開始咧，佢亦都已經係用一個叫磷酸鐵鋰嘅電池。咁最後咧就有第三種叫碳酸鋰。咁呢三種電池咧，佢就各有特色或者各有嗰、那個個物料，因為個物料唔同，咁所以咧就話佢哋嗰個能量密度同埋嗰個能夠即係嗰個表現都係唔同嘅。咁我首先講咗三元鋰先啦，因為 Tesla 就最多人認識啦。咁 Tesla 嚟講咧，咁嗰個三元鋰係咩咧？咁佢嘅能量密度就好最高嘅，喺呢三種鋰電裏邊咧，佢最高嘅。咁同埋佢充電時間咧，佢亦都可以做到快充，咁好高速亦都可以充得到。咁亦都嗰、那個因為佢能量密度好嘅時間咧，佢續航好長。咁就但係唯一佢個缺點咧，就能夠因為佢嗰、那個太活活躍，即係佢物料太活躍，咁咪好容易就唔穩定。唔穩定嘅意思就係產生呢個着火，係啊，有啲咁嘅機會，有啲咁嘅機會有，所以之所以你會睇到 Tesla 咧，佢有啲車咧，佢擺喺度停車場，佢冇事冇幹咧，佢會冒煙啊，甚至自己著啊，甚至乎成架車燒咗。都有呢個咁嘅機會，即係呢個就叫做三元鋰。咁我講埋第三種先，再講翻中間嗰種。咁第三種就叫做碳酸鋰。咁碳酸鋰係一隻咩嘅物料咧？咁一隻好穩定，穩定到唔穩定嘅物料啦。咁呢隻物料咧，亦都係好適宜快充。咁佢快充嘅情況係點咧？咁頭先講我哋嘅三元鋰咧係用1C 充電。咩為之1C 咧？1C 就係一個 capacity。譬如話你喺Tesla 嚟講咧，100D 咁先算啦，100D 即係100kW，咁100kW 佢就用100kW捧入去都得，或者甚至乎高過100kW 都得嘅，就呢個係 Tesla 嘅科技。咁而喺翻呢一個叫碳酸鋰咧，佢可以用到4C。咁4C 係咩意思咧？4C 就係話你可以喺15分鐘由0至100都充滿。咁只係需要15分鐘，咁當然咧，即係可以咁講，簡單啲講係咪4倍嘅速度咧？冇錯，4倍嘅速度你可以充落去，但係佢唯一個弊病咧就係話佢個續航係好短。如果你用呢一種電池去做車嘅話咧，你只係最多可以行到120公里左右嘅啫。咁巴士咪比較重，係好重嘅，好大個，好重，好重，好重突突。咁我揾嚟做巴士非常之好嘅。咁我舉個例啦，就呢一個例就喺珠海拱北，佢有成600多架啲公交巴士咧，就係用呢個叫碳酸鋰。
就個電池出嚟做出嚟嘅，而佢個充電站咧就成個好似公廁咁大個。哦，個充電站係咁樣嘅，佢因為個電量要係個電量要好強勁，咁佢就分出嚟，你只係你睇到支油，好似油槍咁嘅嘢。咁嗰支油槍就好好細嘅，又好輕巧。咁但係後邊個後台咧好大份嘅。即係好大份咁先做得到呢、這個叫太。即係成個變電站擺咗喺度㗎咯，我咁講。哦。咁而中間嗰只咧，我哋而家講嗰只叫磷酸鐵鋰咧，佢冇三元鋰咁活躍，咁但係佢就有翻呢個太酸鋰嗰個穩定性喺度。咁所以咧就係話，尤其是比亞迪咧，佢係做一啲公交車，即係公交巴士啊、公交小巴啊類別嘅旅遊巴啊等等咁成，咁所以咧佢就由頭到尾都係用咗呢一隻叫做磷酸鐵鋰呢只物料。但係我想問一下喎，而家比亞迪最新嘅技術就係叫做刀片電池啦。係。咁其實刀片電池有咩特性，有咩優勢喺裏邊？咁嗱，你可以睇翻我哋都借咗個電視有個熒光幕呢度睇得到啦。咁佢而家呢一個咧叫做刀片電池個設計咧，佢將所有嗰啲包住啊，佢而家應用喺電車上邊嘅一啲電池組合咧，都係好類似我哋用嗰啲類似不芯電咁成，有個殼嘅，有個極嘅，有個正極，有個負極。咁但係你當佢咧就佢會係用一啲串聯或者並聯嘅形式咧，令到個電量增大增強嘅。咁但係就呢啲咁嘅連接嘅一啲巴啊咁成咧，或者一啲嘅外殼咧，通常都重疊疊。咁而刀片電池咧，佢設計好特別啊，佢一片一片一片嘅排列。咁你見到一條長條型嘅，咁一片一條一條咧排列，個殼亦都做得好薄。咁所以咧，就令到嗰個能量咧，佢儲存咗之後咧，佢個重量都避免過重。咁而佢每一個呢啲咁嘅刀片電池嘅每一個呢啲咁嘅casing咧，佢之間仲有啲間隙咧，可以咧就俾一啲液體流過。咁我哋就做到嗰個叫水冷嗰個動作。咁所以又可以做到個散熱。咁能夠永遠都maintain翻嗰個電池咧，佢個散熱效果係好嘅話，咁呢個電咧，咁佢就襟用。壽命長啲，同埋個電力會儲存保存得好啲，冇易流失。又要再講咧，就係話，因為刀片電池咧，佢喺出廠嘅時間咧，佢經過好多個測試，譬如針我可能各位觀眾都有聽過一個叫針刺啦。針刺係咩咧？就係話你攞嗰個電池其中一塊。其中一塊咧，揾個電鑽去轉穿佢。咁有一啲咧喺呢個轉嘅過程裏邊，因為咧你電池個物料係好唔穩定，你會係起火，甚至乎成嚿嘢會爆炸嘅。咁但係刀片電池咧，用呢一個叫針刺形式去轉佢嘅話咧，你只係有一啲少少煙，咁啊maintain大概係60度左右，佢亦都唔會著火，亦都唔會爆炸。咁另外一種測試模式咧，就係呢個刀片電池佢用啲。揸壓啊！即係你用一啲好大力去壓扁佢。咁壓扁佢情況底下咧，都唔會著火，都唔會爆炸。咁呢個第二個做法。咁而第三個測試咧，就係話嗰個刀片電池咧，亦都會經過一個叫撞擊。咁呢個撞擊咧，就係話喺撞擊嘅情況咧，咁刀片電池依然係能夠係維持翻嗰個穩定性咧，佢係唔會著火，唔會爆炸。咁所以喺呢三個大嘅測試底下，佢都係 pass 嘅，咁所以就話都亦都呢一個刀片電池咧，亦都擺咗喺我哋新嗰個比亞迪嘅 E6 電動的士上邊，咁變咗我哋去安全性係係啦，接載個乘客嘅時間咧更加安全，司機又安全，乘客又安全。我大膽啲問一下，因為咧真係 Tesla 咧就真係好多有著火啊，甚至乎有爆炸嘅情況出現。咁比亞迪去到而家為止做咗可能近呢幾年。做電動車有冇試過真係會著火或者爆炸？你喺好早嘅時間咧，應該去翻2013年呢位啦。咁有一次試過咧，佢俾人撞到個車尾，咁咧就有試過著火。咁但係當其時講緊2013年到而家，再講清楚啲係2013年，接近十年啦。咁但係當其時咧，佢最後喺深圳咧嗰個廠方佢就嗰個即係報告就指出咧，就係話咁應該咧就係有其他物質喺呢一個擺咗喺車尾度造成呢一個嘅著火嘅啫，就並不是本身個電池，因為個電池嘅本身嗰個物料咧就做得非常之穩定。
嗱咁好啦，咁即係呢個節目咧，我哋最主要咧就同咁多位投資者或者有興趣嘅車主啊，或者司機啦、啊，就講解啊嘛。我哋呢一輯節目，咁好啦，咁我幫即係車主問啦。車主而家你都知道啦，保險又貴，維修又貴，什麼都貴啊嚇。咁好啦，如果一架咁新嘅電池車，我要計條數，我要維修喎，咁樣咁個電池咧，我覺得係一個好主要嘅部件啦，係嘛？咁啊，刀片電池啦，維修方面咧，會唔會話可以令到人哋舒服啲咧？你啲車主嗱，我哋咧就喺維修保養方面都做咗一啲準備。咁其實咧，喺成架車裏邊咧，我諗都可以減免嘅活動部分都盡量減免，譬如話你喺架車上邊咧冇咗 engine 啦，亦都冇咗波箱啦，咁亦都咧就喺嗰個即係活動部分都省除曬嘅時間。咁主要嘅部件又係電池啦，同埋 motor 啦咁成。咁我哋個電池咧，我哋就話經過一個維修嘅套餐嘅時間咧，可以將嗰個電池都係包含咗落去。咁變咗就話你更換呢個電池嘅時間咧，你都係唔需要額外再付錢咁樣樣。咁、那個電池咧，我哋可以做到呢、這個百年或者係150万公里呢、這個咁長嘅。哇！講清楚啦，係啦，唔係百年抗戰咁話真係八年喎、哦。係八年啦，係八年。係嘛？我都相信冇其他車廠係聽過話做到八年嘅保養嘅。真的沒聽過，我第一次聽啫。八年真係相當之長嘅，同埋再講係，再強調係150万公里。咁啊，150万公里咧，咁我好多架車咧，嗰個顯示咧，最多都係100万。一百萬。應該99999。係係。就要再換個新㗎。同埋我諗150万公里係相當誇張嘅個數字。係現時嘅柴油氣的士啦，甚至乎已經係抬兩次啦。頭兩次車頭啦，三次都嚟㗎啦，起碼三次，係嘛？其實基本上一架的士咧，即係以平均個使用量咧，平均一年係200万公里。如果你200万公里，就基本上照成熟係真係八年。咁我哋聽到啦，咁啊 Chris 講啦，就比亞迪自主研發嘅刀片電池，我相信咧就係其實。車主會放心，因為喂你哋開創者喎，係咪啫？你哋應該技術上嘅可以處理到㗎，係嘛？咁啊，希望咧咁多位投資者注意啊！呢個我諗唔會用遲咯，係咯，因為你其他車廠包括賣即係我啲大廠啊，其實都有同比亞迪去賣電池㗎啦。咁好啦，我電池係技術商。嗱，如果係啦，我想投資或者想查詢壓新嘅E6，咁啊，阿 Patrick。打邊個電話去問一下？就係打商會啦。係啦，商會電話喺度。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啊，咁啊就到時咧就有專人嚟解答嘅。放心，我哋咧知道咧商會嗰邊咧已經係同阿 Chris 甚至乎可以直接係嘛，同比亞迪廠方咧有個查詢嘅。係啦，嚇咁啊，今日差唔多咯喎，係嘛咁啊。其實咧嚟緊咧仲有都幾多嘅介紹嘅係嘛，因為咧特等大家知道啦，究竟電動車而家喺香港究竟？好老實講句，賣唔賣得過呢？咁啊，轉頭再見，拜拜。司機唔該去，你咪係招積哥，你唔係去爭坐館咩？做咩揸的士嘅？誒，揸的士時間有彈性，又揾到，又唔使驚俾人拉，又唔使打打殺殺。嗱，揸住呢張卡片。呢間嘢咧一條龍搞掂曬噶啦！如果仲想知多啲，可以打2448-8805揾香港專業車行了解一下，亦都可以上呢個網址，咁啊睇得一清二楚啦。揸的士都可以好招積嘅。荃灣紅星車行一如以往都以公正開放、康扶新進為經營原則，而家更推出你入行我搞掂一條龍全包服務，只要你有香港駕駛執照。嚟到红星铺口，所有费用全面，即前训练在即技巧，的士司机证无需周围腾，红星帮你搞掂晒，咁就轻轻松松入行顺风啦。好啦，又翻到嚟啦啊！咁其实咧，既然咧电动车，正如咧一路咧咁多年嚟咧，我相信Chris 同阿 Patrick 都听咗好多翻嚟，就第好多人就插电嗰度问题啦，一定系有啲病嘅。一架车要喐就一定有燃料噶啦嘛。咁电动车当然要电啦。咁其实咁多年嚟咧，比亚迪即系已经系以10年嚟计咁研发呢个电动车。咁
頭先啱啱我哋都知道新嘅你哋自主研發嘅刀片電池啦嚇，佢嘅威力啦，佢嘅效能幾犀利啦。咁但係你個電幾勁都冇啦，我要插電啊嘛，係嘛？係啊，咁我想問阿 Chris 啦，咁其實咧，如果比亞迪有冇？同一啲譬如相關嘅公司啊，又或者同政府啊，現時已經落成咗嘅充電措施係點樣咧？嗰啲配套已經完成咗嘅現有嘅一啲充電設施啦，咁我哋就同 Shell 啦、顯學啦，即係顯學就係即係賣油嗰間公司啦，咁合作啦，咁佢而家目前咧就有有八個。已經完成的充電設施已經在九龍和新界了，咁嚟緊咧，今年年尾咧又有12個嘅嚇，咁另外咧仲有咧就係一啲政府或者較早前已經做咗出嚟俾私家車用嘅，咁嗰啲快速充電裝都有32個，遍佈就喺香港、九龍、新界，即係包括中電啊、廣燈等等，咁都可以使用嘅。咁但係嗰啲咧就會係喺商場裏邊啦，同埋就話即係嗰啲充電裝咧就會同埋啲私家車一齊。競爭嗰位係啊，要排隊了、那個嚇，即係要咁。咁好啦，咁頭先阿 Patrick 話要爭位啦。咁如果我有冇啲最方便，有啲資訊令到我知道，哇，快人一步啊嘛，係咪唔使排隊？咁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提提大家咁多位司機啦？係啊，咁咧我都研究咗一段時間，咁啊發覺咧，即係坊間都有一個 Apps。咁佢叫 KiloWalk， 咁我都我首先唔係幫佢賣廣告，但我用過佢嗰個 Apps 咧，都非常之唔錯，幾好用。咁我就推介呢個叫 KiloWalk 呢個 Apps。咁佢可以喺個地圖上邊咧就尋找到，即係喺附近有冇邊一個充電裝可以用。咁同埋就係話，我哋的士當然要快啦。咁你可以尋找到啲快速嘅充電裝就喺附近，咁你就埋到去。咁同埋就佢可以就即時傳送咧，就係話，即係呢一個充電裝係咪俾人用緊嘅？咁啊唔使去你去到冇門釘嗰個情況。其實我講少啦，頭先我哋咪前都有講過嘅點樣分別。因為其實個 app 裏邊咧，其實會睇到嗰個係 DC 定係 AC 嘅。咁你揾到一啲叫 DC 嘅咧，就會插得比較快啲，甚至乎有啲寫咗係寫住50W。即係代表佢一個鐘頭可以插到50W落去嘅車度。咁啊，以一個的士為例啦，係77.幾話嗰個。71.7。71.7，需要即係插滿啦。即係個咁啊，一個鬆啲鐘啦。係啦，即係一個 W 就插到一嘅。係啦。車係啦，咁你71.1，即係71.7啊嘛。係啦，咁即係當係72啦。咁你除50，其實基本上一個鐘頭，理論上你唔會行到個車零，你先埋到去個。充電站嘅，咁即係基本上可以完全喺一個鐘頭之內插爆嘅，正常嚟。冇錯，不過呢啲充電裝嘅設施咧，多數係裝喺一啲屋苑啊或者商場嘅停車場啦。咁而啲地方係要收費嘅，咁亦都可以透過呢個 Apps 咧，就你睇到咧，就佢平時譬如話1-5嘅時間個收費係幾多錢一個鐘啊？咁又或者係星期六、星期日公眾假期啊，佢收費係幾多錢一個鐘？咁你就淨係俾翻嗰個停車場費就已經 OK。插電費唔需要俾嘅。插電費係唔需要嘅。插電費係唔需要嘅，所以你揸車入去，你就可以嘆杯茶先。咁可能一頭半個鐘你食完嘢啦，咁啊翻上去嘅車度再繼續開。甚至乎我提議咧，就話有啲咧就的士嘅司機咧，咁就會行一個叫 A P 更啦，咁啊早更晚更咁啦兩更啦，咁佢其實就約即係相約就喺某一個停車場嗰度，喂我嘅車咧就泊咗喺個停車場，而家充緊電啦，咁我個入閘嗰個八達通咧，我可能放喺嗰個煙灰缸嗰度，咁你就去嗰度攞翻啦咁樣樣，咁可以喺商場交更亦都可以。哦，咁啊，其實最緊要咧，大家都知道有個 Apps 喺度方便啫。我相信咧，比亞迪咧就會繼續同政府咧爭取多啲嘅充電裝啊，係嘛？咁好啦，提嚟咁多位車主或者司機啦，如果對比亞迪電動汽車有興趣咧，咁可以致電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電話嚟查詢嘅。咁嚇，到時可能咧啱啱咧就有 Patrick 接聽你嘅電話，咁你可以好多嘢同佢講嘅。有少少難度啊，通常都係啲小姐聽電話。咁好啦，咁啊好開心啊嚇，好多謝曬阿鐘生嚇，亦都係多謝曬比亞迪咁多位同事啊。背後其實好多人喺度啊，係嘛？咁好啦，有機會咧同大家再介紹一下更加令到係更加振奮啦，或者亦都係更加開心嘅。新車又或者啲設施可以俾大家更加研究一下，分析一下，好嘛？嚇 ，OK， 拜拜。
就在前面停低。喂，唔係嘛？我揸 Uber 啫喎。就係、是，揸 Uber 全世界都冇事，香港呢出事。浩俊车行有咩帮到你？我哋呢度自设车房，全日支援车身维修、机件保养、代客收租、的士管理，效率保证，技工认可。好，冇问题，阵间见。土瓜湾上乡道35号 B 27736766，浩俊车行。看完这个这么好看的节目，是不是很想继续无限 loop 呢？如果是的话，即刻 click 来这里，又或者去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给个 like 和 share， 和我们一起聊天啦。 Yo